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来到了台中爱买，一起动总铺复兴店开幕举办一个大胃王的比赛。我其实很喜欢去比大胃王比赛，会有那种很雀跃、很兴奋的心情。而且，其实今天早上就是发生蛮多小插曲的，因为我跑到另外一间去。我跑到那个总店去，哎呀，哦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没关系，就是赛前小插曲才不会那么的紧张。那我来看，这里来看。对啊，那也安内啦，那也找唔着机。无要紧，我们就准备去报道了。Go go go！看到了，超多人的。阿美酒，今天我们要一起加油，对不对？结果是来被小慧海放的。一起参加看看啦，他可以达标了，但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一个小时内看自己可以吃几只。一定是 OK 的，你实力越来越坚强。有对，在被你的特训之下，我越来越认真，越来越努力，越来越进步。不会，经过特训班的教练之后，我们就会说出一些让你紧张的话。小慧又吃完了，千万不要这样，燕君哥又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开心的吃就好了。对呀 ，OK 的 ，OK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样要挑战的话，就要签挑战同意书，赶快来签一签，等一下就赶快来比赛。小慧，天哪，都是我的美少女！来，我们请先入内，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我们先的话要送主餐，有包含我们四种的肉皮，还有一大碗的白饭，还有呢一个可口的酥米哈。我们还会请主厨帮你们各自上。20只的政府猪排，我们已经先帮大家加热6分熟，套餐一定要吃完。政府猪吃几只来决定我们的前三名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不会，一点点。阿丽头，阿丽头。在冠军的对面，我们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烧肉比赛。百战百胜，一战成名。什么拿什么吃什么，这样不好喝。看到什么拿什么吃什么，没有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没有时间，对不对？在烤肉的时候，哦，很聪明哎，在烤肉的时候我们先吃饭，而且怕它没有味道，我们旁边有酱油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嗯，最后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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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一
好嫩哦，真的超嫩的。只剩下最后30分钟，我们一号目前吃了14只，二号吃了16只，三号7只，四号3只，五号3，六号4，七号10，八号5，九号7。小慧，加油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谢谢。加油。谢谢谢谢。那么，你早呢，来到我们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又开始。哦，要立场，要立场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差不多呢，还有20分钟。安娜，安娜，是我。嗯，是啊。好，谢谢。谢来吃肉。印象当中，你看到那个你旁边这一位叫小慧，跟你介绍一下。超屌的，是不是？怎样觉得超屌？我觉得两位都很有专业。大胃王就是要节奏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这个女生，前面那一团突然叠成三了。请问到我们的那个粉丝团啊，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IG 或者是那个 YouTube 要追踪什么关键字？小慧就爱吃，小慧就爱吃，哪个慧？那个智慧的慧，智慧的慧，帮我们追踪一下，小慧就爱吃，好不好？手机有没有？1号57只，2号105只。目前我是第一名的，是我们的2号。太夸张了，没有了，太夸张了。各位，所以请问一下，平常会不会看到我们家？对不对？然后，对。你就是喜欢小慧，对不对？小慧。有加速喽，加速喽。嗯，你现在还要加速吗？可以可以哦，现在才1分饱而已。小慧，等到我再吃好了。真的吗？没有了，不用拿呀。可以可以，超可以，赞了哦。要加上我本身超会烤肉的，就知道怎样的硬度或熟度都 OK 啦。哦哟，这个好。快听！弟弟有没有吓到？剩下最后10分钟，加油！一定要帮我送！来，他拍谁啊？拍谁？不要吓到人家！不要吓到人家！你要是以骨头为主。嗯，跟姐姐旁边讲。还太可爱了，没有。好，来加油！剩下最后10分钟，我们即将选出。第三名呢，即将会得到我们的超客券10张。第2名，我们会得到2000元以及我们的超客券10张。还有我们第一名呢，是我们的4000元加上超客券10张。加油加油！
好了吗？你这是好品味，可以关宝，可以关宝。就剩下3分52秒，来，我们即将选出我们的前三名。等一下，小慧，我们叫几分宝？一分。真的，跟牛魔王出来开上帝。真的超厉害！那个战斧猪啊，真的好嫩。真的战斧猪真的好嫩。你看，一般吃那个猪肉的时候，都觉得它好涩哦。但是今天完全不会，而且你每个都吃得很干净。真的，因为太好吃了，而且我很喜欢，就是它烤下去，它没有烟呢，它就是完全就是熟了这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现场当中，我们之后这段比赛也会在你的频道上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太开心了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的。我们今天真的有非常多的好朋友，除了知道我们有比赛，我们特地来吃之外，其实有很多人都说，哇，我就是来看这个大胃王的，平常呢都没有看现场，有没有？然后是真的，那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真的从头吃到尾，吃。去盛冰淇淋了，因为刚刚好像说可以盛冰淇淋，对啊，嘿，赞你哦。那请问像这样还要吃晚餐吗？要，必须的，要，真的。你们是有一次的，这样子晚上还要吃晚餐？要。那晚餐也一样，就是要这样来一轮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有加菜金了。对，加菜金。没问题，谢谢你们。超开心的，那个弟弟超可爱的，一直在我们那边跑一个。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挑战成功啦，超开心的，在时间内就是有吃完，就是刚好100只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请老板帮我们颁奖。恭喜！谢谢老板加烟斗，很高兴老板就是愿意办这个活动，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体验这很欢乐的气氛。谢谢您，不会，真的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耶，人生的奖状，大胃王的，这是第一个。这真的是如果正式的话，这是第一个，而且还是做的这么精致，而且还是用木头，那个蛋，对呀。而且很开心的是，烤完肉还有冰淇淋可以吃。等一下再来多吃几根饭后甜点。我觉得这次的挑战很轻松，吃完之后完全就是很心情很雀跃，然后肚子也只有一分饱而已，真是太兴奋了。对呀，这个应该没有超过10公斤，我觉得应该2-3公斤差不多。它这个比较考验的是嘴巴的力气，我嘴巴超有力的，而且咀嚼。对，我咀嚼肌超有力，这是我的优势。好了，没事，好，你这影片就到此，就到这边为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然后也可以对这个影片按赞，然后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还想要看我去哪里挑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可以的话我就马上去，吃给大家看。大家拜拜。